是阿陆弟，我是阿蕾蕾，我也跟风做了最近网络上爆红的金鱼脚，用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我的操作过程。如果你想直接看捏金鱼的步骤，请直接跳到4分57秒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
发哥把我的金鱼脚照片丢到脸书上一个意大利料理群组，得到的反应非常两极哦，觉得很可爱，跟觉得太像金鱼被吓歪不敢吃的各占一半啊。本来想说下次家里来客人要端这个出来献宝，看来还是算了，金鱼脚我自己吃，给意大利朋友捏正常形状的虾脚吃就好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食谱影片，也请按赞、分享或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阿德勒，下次再见咯，招招。